哎，哥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没有知觉。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给我介绍了一份新工作，能挣不少钱呢。这是什么工作呀？还需要穿成这样？哥，你就别管了，你放心吧啊。你热不热？我给你扇扇风。什么味道啊？猪圈是。赶紧了，宋老板已经等着。这么快？我还没准备好。妈来的，腿一差就能挣钱，你还说什么？是的，哥，不是他说的那样的。我就是去当服务员的，你想想回来需要钱，你这腿也需要钱，哥。还解释？不就为了几个钱吗？当的婊子你还想？你别说了。一个婊子，一个瘸子，真是一对极品啊！我不许你也说我妹妹。哎呀呀！你妹妹挣来的钱，不管啊！别动她！哎呀，秦明月啊，还是你的眼光好啊！哎呀，好好洗，来来来，宋老板，我喝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这喝酒陪酒就是这样的啊！宋老板，我真喝不下了，我真喝不下了，宋老板，今天已经够多了。你这是算喝好，你看我一直给你倒酒来服务你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了？不是说今天只喝酒吗，宋老板？玉玉，你看我花那么多钱，就喝两口酒，我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宋老板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宋老板，宋老板，宋老板，这样，宋老板，哥，别这样，宋老板，哥。腿，把你的臭手拿开！你说拿开就拿开啊！我花了五万，你见过五万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秦明月那个废物老弟吗？你不是残废吗？现在站起来，哼，站起来你就了不起了啊！废物就是废物，哼，搁这么老远。就没你是个臭人！呸！放开他！别让我说第三遍，否则他就是你的下人。你还敢打我？老子今天就坐在这儿！哼！你要是不敢来，你就是个孬种！我去帮着你。你哥，别放他！宋老板，你暂时帮我看牢。你不是缺？今天被揍的吗？告诉你妹妹，老子舒服，多加你两万，找死！你找死！哥。哎，不是，让你一次喝个够！哥，你走。哥，你的腿真好啊！真好了，你看，没事了。这个工作是秦明月给你介绍的。嗯，但是嫂子也是为了咱好。为了咱好？我的腿自从瘸了之后，他连一面都没露过。还把小雅给带走了，现在居然还让你做这种事，不行，我再找他问清楚。哎，哥，你别冲动呀，哥，咱得罪不起秦。放心吧，月月，你哥我呀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
道夫啊？本来今天能交的，怎么钱不太够？哎呀，好好的房子让你们造了这么乱，真恶心！你没钱租什么房子？住那年就……唐总，我能麻烦你通融几天？通融个屁！今天要不交钱，我们给我走人。房租是肯定交不上了，不过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抵房租。哟，刘明，好啊，换种方式也行啊。要不我这么穿？哎，别，我可不是外边那种男人。我说的换一种方式是给你看病。你有病，我有病，我看你才有病。大老娘我虎大的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把钱给我交上。不信的话，你按一下左边第三根肋骨。这怎么回事？血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是脾病。我可以治，不过要抵房租。你干什么？脱衣服呀！你这不脱衣服，我怎么给你治？好，我自己脱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嗯，500块。钱转你妹妹，房租就先算着吧。等一下。干啥？流氓。哥。刚刚让你纯洁可爱的妹妹看了那么多少儿不宜的画面，你哥我是治病，手法挺娴熟啊。胡说八道，钱收到了吗？明天呀，咱们去买两件新衣服，顺便再吃顿好。哎哥，咱家现在就只有一张床，你这腿好了也不能再睡轮椅了，要不我睡地板？一起睡。要不我睡地板？一起睡。想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哥。哥，我们去干嘛呀？哥呀，带你去买几件新衣服。这几年你照顾哥，辛苦你了，还害得你找不到男朋友。哎呀，哥！快打120，有没有医生？有没有医生啊？来，咱俩医院大夫，你这臭要饭的。穿着破破烂烂，你也会治病？医生，快救救我们赵总！你这样做会加重病情的。臭要饭来劲了是吧？我用你教，耽误了救治，我要你好看。苏总，怎么会？病人胸腔有疾病，被车撞之后压迫胸腔，自然不能用外力啊。先生，那现在怎么办？120还有一段时间才到，快救救我们赵总！人还有救，我来。赵总，你怎么样了？哎，我没死，我居然没事儿。怎么可能？我居然没事儿。怎么可能？刚才仿佛被神光佛照，浑身暖暖的，神医啊，感谢神医救命之恩。没事儿，小心点。哎哎。这么高超的名医，百年不遇啊！哎，别进！刚拖的地啊！我们这里是服装店，不接受乞丐。怎么说话呢？
我们就是来买衣服。买衣服？这里的衣服一件都要好几百块，买得起吗你啊？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出去！哎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不让进来？你看地上踩的脏脚印子，滚出去！这地本来就是让踩，怎么？有钱人走路不留鞋印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别狗眼看人低。啊，咱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滚滚滚，赶紧滚！一脸臭酸样。哎，神医，神医，滚滚滚，赶紧滚！一脸臭酸样。哎，神医，神医，这不是小神医吗？哎，怎么这会儿到店来做客了？对不起，刚才我没给你明白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牌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有啥困难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。这是你的店？对呀、啊。你这名片啊，我可不敢收。你们的店员态度强硬的很，刚才还嫌我踩脏了你们的地板，不让我进。有这事儿？对不起，张总，我不知道这两位是您朋友，我以为他们。你诬陷人医，就如同侮辱我。告诉你，现在被开除了，因为你在顾客态度恶劣，再扣你半年工资奖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神医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你敢？小神医，就我这样处理还满意吧？妈，这里边什么也挑，去吧。你看那边。你他妈脑子进水了，刘明！你他妈脑子进水了！我好心好意给你妹妹介绍工作，你竟然敢打宋老板！那是给我妹妹介绍工作，是让她当小姐。你那废物妹妹，她就是个做小姐的料！不许侮辱我妹妹！哟，长本事了，竟然敢和我大声说话，你个废物！听说你能站起来了。真是老天不开眼，让你这废物发生奇迹。我告诉你，京都白家小姐会在江北市组织一场宴会，到时候有头有脸的企业家都会到场，宋老板必须站到我们秦家这一边。今晚你跟你妹妹一起去给宋老板赔礼道歉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宋老板给我伺候好了。玉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我只是看他只拿了两件衣服，他招待不住我，多给他拿了几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哥，我没事儿，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看的衣服。你呀、啊，没出息。小神医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如果需要钱的话，只管说啊。没事儿。哎呀，想要小神医欠个人情还真困难呢。不过小神医，你一入这么高超，想挣钱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对了，听说京都来了一个姓白的小姐，最近在咱江北市求医问药，如果你小兄弟真有本事给他治上一治，那一定能获得不菲的收入。你说的京都小姐，你也认识她？听说过。你可有办法让我为这白小姐治病？小郭，送这位小姐回家，走，我领你去会会这位白小姐。白小姐就在这儿。这次白小姐在江北举办宴会，暂时就住这里。所有自认为有水平的医生都可以来问诊，这种机会不常有。小神医，你可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！白管家，我带医生来了。安静，怎么是你们？老师，这么好上病，我把他治好了，这小子把功劳全抢走。这位医生，你很不道德呀！胡说，是你把我干吐血了，小神医救了我。都别吵，现在是给我家小姐看病。小姐，现在有两位医生，让谁先给您看？白小姐，我老师可是从美国惠普金斯大学来的医学教授，比这江湖郎中不知道强多少。既然如此，那必然先来后到，先请汉斯医生为我看病好。白小姐，你很有眼光，我从美国带来了特效药，对于胸痛有极强的治愈效果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这药？哎，你什么东西？
哎，你什么东西？竟然敢阻止我老师治病，是不是怕他治好了白小姐抢你的功劳啊？这药有问题，白小姐你不能吃。闭嘴！这药有什么问题？这是我们美国的最新科技，你懂什么？赵先生，请你管好你的人。好像真的有效，汉斯医生，我感觉没有那么痛了。那是，这毕竟是我们美国的最新科技。看到了，我老师治好了白小姐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这药不仅治不好白小姐的病，还会让她的病更加严重。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这个人赶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把这个人赶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就知道你们家小姐胸口经络不畅，所以导致经常胸口疼，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查不出问题。你说的没错吧？对对对，你说的非常对。白管家，我的药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是我们美国的最新科技啊。不要吵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汉斯先生白小姐吃的赤身丹，这并不是一位美国的粉，是一味中药。汉斯先生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赤身丹。你这是图财害命。汉斯先生，白氏集团和凯尔特国际的合同到此为止，300亿的货款，请你立刻退回。不要啊，白小姐，没有了300亿的货款，我们凯尔特国际还是要倒闭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神医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神医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白小姐，你这个病想根治的话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只要你能治好我，我们白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放心，钱不是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的手法比较特殊。其实啊，我用的就是推拿，说白了就是按摩。但是不能隔着任何衣物。他应该不像是要占我便宜吧？好，只要你能治好我，没有问题。那请白小姐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吧。这恐怕不好。管家，去拿一个布帘过来，就在这儿。白小姐，你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等半个小时，你胸口的疼痛感就会彻底消失。白小姐，问题大吗？我说是白小姐的病，不是白小姐。我说的也是病。哎呀，那白小姐胸前经络淤积的结很大。你就别开玩笑了。我这叫啊，妙手回。小姐，这都30分钟了，我家小姐为什么不见好？这我怎么知道？这是我第二次给别人，可能时间把握上有点误差了。第二次？你第二次用按摩治病？等等等等，白小姐再等等，小神医的医术可高超了。不必等了，时间已经超出半小时许多，把他们给我赶走。像你们这种骗子，这几天我们见得多了。胆敢占白小姐便宜的，你们是头一个，你们是头一个，滚滚。嘿，小神医，你可是在害我啊！啊，我也不想刷存在感。你看你，你不害我吗？你放心吧，老赵，你这存在感啊，刷到了。臭流氓，居然敢占我便宜！哎，真的不疼了，
管家，管家，快把刘先生请回来。小神医，你不老实啊，他们就打我一个，过几天的商业宴会让你给弄泡汤了。商业宴会，你给我讲讲。白小姐是从京都来的，邀请咱们江北许多大老板寻求合作对象，对咱们江北市来说，谁能和白家合作就是土鸡变凤凰。小神医，你是不是和秦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有关系啊。走吧，我得回公司去了。慢点，走得太快，白先生已经出发。请留步。还没打够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二五先生，我家小姐有请。哎，不是没效果吗？起效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刘先生。不好意思，刘先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主要是你的治疗方式实在是太……倒无所谓，不过他……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非常抱歉，这位刘先生的朋友，我记得你是赵全雄，赵氏集团的总裁。哎，对对，谢谢白小姐，你还认得我。这样，我送您一张金色邀请函，聊表歉意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这个是金色邀请函。象征着各大企业在我们江北市的商业地位。宴会上有这金色邀请函，就会有无数家企业跟我赵氏集团合作。哎，即便是秦家，也无非是一张金色邀请函而已。当然了，这封是给刘先生的。我想问问刘先生，我的疾病是真的痊愈了吗？没错，刘先生果然医术高超。这些年来，我跑遍了大江南北，到处寻医问药，国内国外都去过，但是始终没有人治得好我，只有刘先生做到了。这个是谢礼。这是枕巾，里面有300万，没有密码。300万，这也太多了。这不过只是举手之劳。虽然是举手之劳，但是这么多名医中呢，都没有人做到，只有刘先生治好了我。而且这个枕巾是提前就说好的，刘先生理应收下它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也请刘先生一并收好。玉玉，玉玉，喂，秦明月，我妹妹呢？你个废物，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这不是废话，当然是跟宋老板道歉了。你竟然敢将酒泼到宋老板身上，还用酒瓶打宋老板的头，你也赶紧给我滚去道歉。秦明月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对我都无所谓，但是别打我妹妹的主意。废话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这种兄妹，社会底层的垃圾，有什么尊严？我问你，我妹妹在哪？海滨饭店。这个废物也给老子去道歉！如果让我知道宋老板不满意，我打断你们兄妹的狗腿。玉玉，玉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哼，昨晚你打了我一瓶水，你活该。好好道歉，只有我原谅了你们。你们这些底层的垃圾，才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机会。给我跪下！咱们就给宋老板道个歉吧，他满意了，咱们就能离开。玉玉，玉玉，不用忍气吞声。哎，
臭婊，还没有臭婊子敢自己，老子今天毁了你的名誉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伤害我妹妹。敢他妈伤害我妹妹，我打死你！哥，你别打了，哥，哥，我们连伤都就伤了，老板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不能再打了，你会进监狱的，哥。起来。你只要不还敢打我，老板秦文义，回去剁了你的皮！妈，老子报警，妈让警察来把他抓去，你们等着进监狱吧。打人，昨天晚上就打我一顿，今天我叫他们俩来给我道歉，没想到啊，他竟然又打我。看，他说的是真的？是，但是是有原因的。昨天他还想强奸我妹妹，今天还把我妹妹的脸给划了。我不打他打谁？同志们，少给我来这套！你的脸怎么回事？他都是骗人的，他说的都是假话。不信，咱可以调监控。哎呦呦呦，这不老宋吗？今儿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摄像头里怎么不连贯？只有两个片段。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？我这摄像头这段时间。正好关了。防备围歼。我这摄像头这段时间正好关了。你当我是傻子？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咱可不干。正巧只录下这点画面，您说这检修摄像头它总不违法吧？那现在来看确实是你打的。你得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过你放心。你妹妹的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是怎么查的清楚？你就等着进监狱吧。别忘了我刚才说的，等你进监狱会好好对待你。不，我说的好好对待，好好对待。同志，还不赶紧把他带走，他打人可是有确切证据的。检察同志，就没办法证明我是正当防卫吗？现场没有监控，有人证也可以。我就说我们道个歉就好了，孔老板那么厉害，那你肯定会。放心，警察同志，我能不能打个电话？警察同志，我能不能打个电话？就你那点背景。喂，白小姐。哼，是小何带宽带打了电话吧？啊，你个废物！哎哎哎，哎呦妈呀！我是小郑，刘神医，监控。好啊，宋涛，我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。周卫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想跟那个女的发生关系，嘱咐我把摄像头都给关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，千真万确，我可以作证，警察同志。我也作证。别动！我玉玉脸上的伤口再不处理就来不及了。你看，哥现在有本事了，你放心，哥一定把你的伤给治好，而且呀，不留疤。真的？你就别骗我了，哥。我的脸是用餐刀划伤的，那刀上面都是锯齿，根本就治不好。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走。找了这么半天，只有这一家中医馆。现在还关门了，哥，要不然咱明天再来吧。我相信你肯定能治好我。不行，你这脸上的伤啊，越早治效果越好，必须马上治啊。
开门啊！救命！求药了！谁呀、啊？大半夜赶着投胎吗？没看见阴间勿扰吗？明天再来。哎，我真有补方。没看见阴间勿扰吗？明天再来。我妹妹脸上有伤疤，我急需要治疗啊！我这是个院，江北是第一医院，急诊10块钱。不行不行，我妹妹脸上的伤只能来中医馆。我有古方，哎，我真有古方。干什么？有事去对面，我们这儿柜口都封了，你现在来买药，我就得重新开柜。赶紧滚，别打扰我睡觉。你别后悔。赶紧滚。人参2钱5分，白茯苓5钱，白术5钱，葛根叶5钱，木香2钱，甘草1钱，葛根5钱，可者加1两。病嘛，在这儿絮絮叨叨的。哎呀！刚才的药方是您念的？正是。哎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敢问这位先生，刚才念的方子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我只听到了前头几味药，就知道这个药方绝对不凡。华佗金方是失传1000多年。由神医华佗所创经方，号称能治百病一症。没错，那先生一定要把这个药方交予我，老朽愿意支付任何报酬。我不能给。为何？我刚刚敲门告诉药头事态紧急，我要给我妹妹治疗脸上的伤，可是她竟然让我明天再来，理由是已经封贵。混账东西，我拿你当义子养育，本想让你继承药堂，没想到你医德没有半分，臭奸耍滑，以貌取人的本事倒是学了不少。给我滚出去！多谢先生帮我解药引祸，想给妹妹治病要紧。令妹的伤恐难痊愈，别说老朽，就是大罗神仙下凡，恐怕也回天乏术啊。怕。回天乏术，我又没让你治，去给我装副药。好，你说你说，我来取药。三七、牛黄、人中黄、茯苓粉。月月，感觉怎么样？冰冰凉凉的，好像不疼了。安心等着吧。老药师，拿纸笔来。这药方简直是令人眼前一亮，不知小友师承何人啊？没有师承。小友不愿意说那就算了，报酬小友随便看，我福济堂支付得起一个金方的报酬，而且小友今后在福济堂的所有耗材费全部免除，而且让小友用全部药材治愈令妹。不用，我妹妹已经好了。什么？就一副药？小友，别开玩笑了。拿镜子来。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这真是奇迹啊。哥，我脸上的伤真的好了。这么严重的外伤竟然恢复如初了。这也是古方吧。黑玉断续膏，完美，真是完美，看不出来一点瑕疵。我说，咱们创办一家公司，就卖这个治疗伤疤的膏药，这药效，秦氏集团必定土崩瓦解。秦氏集团？对呀。秦氏集团你们不知道吗？是咱们江北市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公司，主打产品就是一款去疤面霜。里边有几味药材，的确有祛疤的效果，不过呀，跟我的黑玉断续膏相比，还差得远呢。小友所言极是，只要这款黑玉断续膏上市，秦氏集团将不堪一击。哥，你这样做，明月嫂子会不会生气啊？明月嫂子，你是秦明老公？啊，那呀，就当我啥也没说。
你呀，还是和秦氏集团合作去吧。我和秦明月之间的关系并不好。所以呀，哥，你把这个药方交给明月嫂子，那到时候她看到你有长进，肯定会接纳你的呀。到时候你们一家三口就能一块过日子了。月月，我知道了，古方的事儿我会和你嫂子谈的。老夫电话你留一下，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，老朽绝不推辞。不找你们要房租，那个，你再帮我按按，你再帮我按按。我去，你这上瘾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是那种人，我可不靠出卖身体赚钱的。呸！胡说八道！我今天去医院检查了，确实是皮病。你再帮我按，给我整痊愈了，这几个月的房租不比……哎哎哎！别别别！正好我们想要退租呢，我跟妹妹想租个大一点、再新一点的房。哥，咱本来都没什么钱，这一个月800的房租咱都负担不起了，怎么换房子呀？那你们不还是得租房？这整栋楼的房都是我的，上面几层装修的还不错。也不是隔断房，没人租，带你们去看看。好，哥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满意吗？嗯。就这儿吧，房租多少？2000一个月。怎么样？千万不好。没问题。房子换好了，该办正事了吧？该办正事了吧？等等，你这样做我感觉我就像是做那个了。别废话，给我治病，还是说你治不了？治得了，治得了。你家有银针吗？我可以给你。没有，得去买。我按摩不就行了吗？第一次是因为你身体根本承受不住针灸的刺激，所以才给你按摩。这次可以针灸吗？而且针灸可以减少身体接触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身体接触。哥，你先忙。哥，你先忙。真把我当成做那个的了，还让我按内里。富婆都挺会玩的，这女房东也算是个富婆。不行，我得小心着点。宋老板呢？我现在联系不上宋老板，我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姓宋的强奸我妹妹，证据确凿，请进去。什么？就你那婊子妹妹给宋老板玩玩怎么了？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报警把宋老板抓进去？你知道我丧尸和宋老板的合作对我们秦氏集团造成多大影响吗？明月，我知道以前你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个废物，可是我现在不一样了。就你这废物样子，我现在手里边有一个药方，有了它，宋老板也得对你低声下气。少在这里给我废话！宋老板要是出什么事情，死吧！玉玉，玉玉，私人会所，万人莫入。你好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谁？我问问。啊，今天刚应聘的一个女孩，麻烦你叫她出来一下。我当时找谁呢？原来是找小姐。
这位刚应聘的小姐现在火热的很，说不定在陪每位老板呢，赶紧滚。我是来应聘男公关的，秦明月让我来的，你可以问一下。秦小姐，我给你问问。队长，门口有一位找秦小姐的，让他进来吧。好的好的。你跟我走吧。玉玉，千万不能出事啊。玉玉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本来想来这消遣消遣，没想到碰到了你妹妹，我怕出事，就给你发个信息。那你刚才叫什么叫啊？我被茶水烫到手了。哎呀哥，你就别来给我捣乱了，我在这工作的可好了，一个月6000块钱呢。哎，小陈姨，你的妹妹有点单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幸亏碰到我，要不然要出大事呢。事情是这样，什么？秦明月居然做事这么过分，把自己的老公和小姑子往这种地方推。这种地方怎么了？挺好的呀，妹妹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秦明月那是害你啊。可能啊，应该吧，我刚刚明明还看月月，你刚才看见什么？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你说呀，你刚看见什么了？没看见，我刚什么都没看见。这秦明月呀，太过分了，难道在他眼里我们兄妹如此肮脏吗？月月，我们走。我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好地方吗？那一个月6000块钱哪挣不到啊？就算挣不到，哥养你。哥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不走啊？你别问了，反正我就是不能走。我盘到了。小雅，爸爸，爸爸，小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妈让我在这儿，让我在这儿帮忙。什么？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小雅，但我怕你担心，就没空。玉呀，这事儿怎么能瞒着呢？你就是现在瞒着，那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小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妈让我在这儿，让我在这儿帮忙。什么？小雅，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对你做些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没有啊，爸爸，怎么了？小神医，小神医，别急，别急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会所我之前来过几次，刘雅只是个噱头，据说得掏200万才有资格选择合适的时间跟他发展。小雅她不是商品。小神医，小雅不是还没遭受什么不测吗？爸爸，你怎么生气了？小雅也想见妈妈。那个女人她不是你妈妈。我知道，知道她嫌弃我，所以才不跟我们兄妹沾染关系，这才侮辱我们。可是她连自己的女儿都……秦明月，你不配当人。爸爸，王兄，刚刚有什么大事？秦明月，你不配当人。爸爸。哟，刚来有会所就闹事了，还真是跟明月说的一样啊。你只不过是一个会闹事。赵总，你该不会是想保这个废物吧？啊，你这个暴发户得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要知道，在整个江北市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刚接触上层社会的小败类吧，怎么跟我们王家相比啊？
王叔叔，你为什么要打我爸爸？王叔叔，王叔叔，王叔叔经常来我们家玩呀。什么？说，是不是你强迫明月的？强迫？我需要强迫吗？也不看你这个废样，你是说明月会选择你这个废物呢，还是会选择我这个江北第一家族大少爷呢？我想，一个正常人，只要脑子里装的不是屎，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吧。你老婆跟我说呀，我头发比你的好。你在我的会所应聘，还打伤我的人，今天我要把你打断死，然后丢进警察局，我看谁敢说谎。等等，我操，他是白小姐的朋友，你可以不给我面子。从京都来的那个白小姐，我可能，她是什么废物呀？我心里没数吗？她怎么可能认识白小姐？你这个土狗，我还以为你真能认识白小姐呢，还想骗我？你当我是傻子啊？让我再打一个，这次一定能打通。拖延时间不过是白死。我可没那么多时间看你耍猴。不要打我爸爸！不要打我爸爸！苏雅，苏雅，苏雅！死瘸子，还想让我再把你的腿打断？你打断我的腿，就是我安排人打断你的腿，怎么样？哇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？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。秦明月早就想让你死了，他当年就想要了你的狗命。只不过呀，杀人麻烦风险太大了，所以才打断了你的腿。你要感恩戴德，懂吗？有好逻辑。你有什么关系？别打我哥！哎哎，二位，王少，我也想你也不喜欢海河酒会所闹出人命吧，而且是一死两起，就是你赶紧走吧，救人要紧呐。土狗，今天本少就饶你一次，赶紧带着那两个贱种给我滚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绝饶不了你。老少，开车。小雅，玉玉，玉玉，都怪我没用啊，是我没保护好你们，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们啊。秦明月，秦家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，仇不报，我刘明杀了我爷。啊，秦家养育我们兄妹，恩情如同再造，但这一切，用我瘫痪两年的身体，用我兄妹女儿七年的耻辱，全部还给他们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刘明和秦明月再无任何瓜葛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为我自己，为我的家人而活。方，还是古方，这方子具有活血化瘀，促进伤口愈合之功效，千金难换啊！小兄弟，你接连赠与古方，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报答你了。报答？那就按之前所说，成立一家公司，和秦家打擂台。还按之前的分成方式，不过会和秦家竞争市场份额。就是要和秦家，而且
一败涂地。没问题，黑旭断续膏只要上市，绝对能将秦家挤出江北市场。嗯，高老板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呀？小生意，我信，我跟你。明月，刘明所受到的委屈，必定一百倍还给你。要不咱们直接动手？直接动手，未免太便宜他们。把他们手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夺过来，尝尝兄妹和我女儿所受到的所有屈辱。秦家主要靠美妆起家，尤其是那个有疤痕的乳液。如果黑玉断续膏上市，能给那什么乳液市场彻底挤占干净。就算挤占秦家全部乳液的市场，也不足以致命。我倒有个想法，宋涛是秦氏集团的大供应商，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由宋涛供给。如果宋涛出了问题，那秦氏集团所有的商品生产都将受到影响。秦家最近和王家合作颇为紧密，秦家倒台，但如果王家还在，东山再起也不过是时间问题，必须考虑王家。你们说那个宋涛是不是江南药业那个宋老板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他有一大笔贷款到期了，还跟我打听他呢。银行联系不到宋涛，为啥找你？我和宋涛只是竞争对手的关系，整个江北市的药材都是我们两家供给，银行怕他跑路，问问我也合情合理吧。要整垮宋涛这个贷款问题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口。这宋涛背靠秦王两家，这区区贷款也成问题了。300亿。300亿。就是秦王两家加起来也绝对不可能有300亿，更别说宋涛了。宋涛当然不行，明天帝都白家竞标会，我们福济堂和江南制药只要竞标成功，都能拿到一部分货款。宋涛就是想用这部分货款偿还银行。一部分货款就300亿现金？这下明白了吧？不然为什么一个白小姐办一个商业宴会能让整个江北市场震动？知道我的黄金邀请函和你的白金邀请函有多大分量了吗？真是没有能量，起了东西。只要让宋老板竞标失败，那必定完蛋。不过要让宋老板落标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高老板，到时候你去。白家需要的药材种类繁多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福济堂提供，但是我们福济堂是江北土生土长的药材商，一些生长在南方的药材，我们福济堂的质量完全比不上江南药业。江南的草药江北替代不了，江北的草药江南也是如此，都有，但是成色不足。如果只是成色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老先生，你可听说过神农助生粉？小友说的可是那世传已久，能够帮助草药生长的神药？这神农助生粉的配方啊，我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农助生粉啊！有此药粉，江南制药将无法竞争过福济堂。多谢小友馈赠。这可不是馈赠，是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要你福济堂 51% 的股份。如果有效的话。你个废物竟然也在这里。你和你那个婊子妹妹都给我等。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定让你恐吓，永远没这个机会。你个废物，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还有你个老东西，不在家里好好养老，你这个废物啊！经理，过来。
先生，想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这是白小姐的竞标会场，对吧？把这两个闲杂人给我赶出去。这里是白家的竞标会，如果二位没有请柬的话，请马上离开。这是我的邀请函，他是和我一起来的。你不会不知道竞标会不能带人？这我给忘记了，我从来没有在竞标会带过人。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。先生，请你离开。竞标会有我就行了。行，这两个得在场，并吧，要不然把他甩这儿。要不给白小姐打个电话。哟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从哪儿店买的邀请函？敢在这儿装模作样啊！这个邀请函碰不起。怎么跟我说？老子今天就把这邀请函撕掉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！白色邀请函是白小姐贵宾才有的邀请函。安静！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你念的这几种药材都是在江南生的，历来都是由我们江南制药提供，怎么现在和福济堂签订合约？我不服啊！你是不服我的专业判断吗？给他看看。不可能，这几种药材怎么会比我们江南制药还好？这一下你明白了，所以说不要质疑我的专业素质。这药材一定是从我们江南制药、福济堂，他们根本不可能量产这种药材。没有人敢欺骗白家。他们根本不可能量产这种药材。没有人能欺骗白家。这几种药材产自江南是事实啊。这些药材你们是否能大量生产？你们也知道我们白家对这些药材的需求和数量。当然能。好。真的又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，你看这竞标会能不能暂停一下。本次竞标会暂停竞标，稍作休息。陈宋涛还想复原，有了神农主生粉，他拿什么和咱们斗？不过，副主教肯定有。灿森、赵、杰里、石腾、素心、巴莱、胡子、林子欣，采取江南制药。签订两年合约。什么？刚才不是说过这几味药选择我们福济堂吗？我有我的考量，这几种药材一直由江南制药提供，质量稳定，谁也不知道你们福济堂的这些药材到底是从哪弄的，和你们福济堂签合约未必那么。这话说的光冕堂皇啊，其实你是收了回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哟，看来我说对了。胡说八道，我有权利选择。马上从这滚出去。看来滚出会场的不是我，是你吧？
这不行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所有在长福地堂的人，全部从这儿滚出去！今天签订的所有合约，全部作废！ 去！我赶出去！什么？我在这说的话不好使了吗？的确不好使。刘先生，怎么有空来竞标会啊？我是福记堂的股东之一。 我记得福记堂跟白家应该有不少合作吧？是有不少合作，不过我记得福记堂的大股东应该是洛老。正是，不过现在行，刘小雨，明智的决定。既然刘先生以后成了福记堂的大股东，那可要和我们白家多多合作呀。那恐怕不行了。有的人要将白家和福记堂的合同作废。我一时糊涂，我收了江兰制药。 马个脸的回扣，可你也知道，他家的药材素质一直不低的，我绝对不会给白家带来任何损失。小柳，你可以回家休息了。以后你们柳家也不必再为白家做任何事情。这是我一个人做。谁是江南制药的代表？我。江南制药的所有合同全部交给福记堂。哦不，这次竞标会的所有竞品皆交给福记堂来负责。 白小姐，之前那么多供应商跟白家签订合同，可是白家现在把所有合同全部作废，都交给我福记堂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？那又如何？我白家和谁做生意，难道还需要他们来指手画脚？能拿到白家的全部合同，我福记堂，我福记堂。不过刘先生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 没错，不过我会自己处理好的。我当然相信刘先生的实力，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白家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今天能一睹白小姐的芳容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如果今天不是有小友在，恐怕又要折戟沉沙了。幸亏啊。 我知道那宋涛贼心不死，我之所以拿出邀请函，就是为了让白小姐现身。能拿到白家这次竞标会全部订单，光第一批订单的货款就有400亿，总利润高得可怕。我福记堂日后必定能成为这北方最大的药材供应商。你错了，是我的福记堂。 要是放心，我骆明根必定会全力以赴助你击垮金家。再给我2年时间，我至少要撤估10亿。你知道你有多少银行贷款逾期吗？哟，宋老板，有关江南制药的相关问题，想和您做一下核实。白家的所有订单。 全部由我福记堂接手，宋老板吧，是一定还不上贷款的。公司低价拍卖，从银行你拿不了多少钱呢？江南制药作为整体法拍，您福记堂是否愿意接手？可以。你愿意出资多少？100亿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当然没有，而且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不过呀。 也要让他进监狱！你花这么多钱，是雇我一个空壳公司，你是不是想搞死我啊？那公司根本就不值100亿！我愿意，我有钱。<笑>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不是想整清明夜吗？我可以帮你啊，就干什么都行啊！你给我学一声狗叫就行，学两声狗叫就行啊！
这钱呀，是我借给你啊，不用还了。狗头你别跑啊！带给你的师傅已经得到恩应的报酬，不过这只是开胃菜。亲家，这第一份礼物，什么？你说清楚，宋老板倒台了，我秦家化妆品的原料从哪来？江南制药被福喜堂100亿买走，福喜堂的老板是谁？白小姐，之前那么多供应商跟白家签订合同，可是白家现在把所有合同全部作废，都交给我福喜堂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？那又如何？我白家和谁做生意，难道还需要他们来指手画脚？能拿到白家的全部合同，我福喜堂，我福喜堂。不过刘先生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没错，不过我会自己处理好的。我当然相信刘先生的实力，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白家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白小姐，你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等半个小时，你胸口的疼痛感就会彻底消失。白小姐，问题大了，我说是白小姐的病，不是白小姐。我说的也是病。哎呀，那白小姐胸前经络淤积的结节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我这叫啊，妙手回。小姐，这都30分钟了，我家小姐为什么不见好？这我怎么知道？这是我第二次给别人，可能时间把握上有点误差了。第二次？你第二次用按摩治病？等等等等，白小姐再等等，小陈怡的医术可高超了。不必等了，时间已经超出半小时许多，把他们给我赶走。像你们这种骗子，这几天我们见得多了。胆敢占白小姐便宜的，你们是头一份。滚！他们根本不可能量产这种药材，没有人能欺骗白家。这几种药材产自江南，是事实啊。这些药材你们是否能大量生产？你们也知道我们白家对这些药材的需求和数量。当然能。好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，看这竞标会能不能镇定一下。本次竞标会暂停竞标，稍作休息。这宋涛还想复原，有了神农主生粉，他拿什么和咱们斗？这里边肯定有鬼！滚滚滚，赶紧滚！一脸穷酸样。哎，神医！神医，这不是小神医吗？哎，怎么这会儿到店来做客了？对不起，刚才我没给你名片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有啥困难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。这是你的店？对呀、啊。你这名片啊，我可不敢收。你们的店员态度强硬的很，刚才还嫌我踩脏了你们的地板，不让我进。有这事儿？对不起，太太，我不知道这两位是您朋友，我以为他们……你误小人意，就如同误读我。告诉你，现在被开除了，因为你在顾客态度恶劣，再扣你半年工资奖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神医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敢？小神医，
就我这样处理还满意吧？妈，这里边什么也挑，去吧。你看那边。刘明，你他妈脑子进水了！